你总是提出问题，后面挂着 ABC， 我点上 ACDC， 你却骂我是烂泥。我只想保持本色和少年的心情，我淋着十一月的雨，听你骂我没出息。为梦想灼伤了自己，也不要平庸的喘息。我要的并不在这里，你给的答案没意义。此刻我怎么可以输给你？所以我每一个都学习，就用最轻轻松松的一笔，回到你所有的问题。你问我成功的定义是经济还是老中医，我说我只想做个快乐的自己。你说我不懂的问题，我说你懂个屁。为梦想灼伤了自己，也不要平庸的喘息。我要的并不在这里，你给的答案没意义。此刻我怎么可以输给你？所以我每一个都学习，就用最轻轻松松的一笔，回到你所有。都选 C。